系啦，即系话如果你系我哋嘅会员嘅，咁啊一定系会第一手消息通知你哋嘅，系啦，集合啦。行去上旅游吧，正式出发，俾大家睇下沿途嘅风景。唔知系咪因为就系隔篱系海防博物馆，所以就有呢个石哥仅存嘅间船厂呢？行程第一站海防博物馆，呢度都有几架特别巴士可以直接去到门口，都几方便。拎咗一份导览图翻屋企睇。慢慢睇，然后之后先发觉，原来呢个海防博物馆，佢成个地理位置，之后睇成个图形，究竟原来系一只船嚟嘅。展馆场内都有好多展品、影片同埋相可以俾我哋睇。我哋搭 lift 上八楼展馆，回程翻落去嘅时候，我哋选择行路唔搭 lift， 冇谂到条路咁长，冇谂到咁斜呢条斜。如果我哋一嘢碌落去一个波嘅话，三分钟碌到落去咧。第二站，中午到酒店食自助餐。食自助餐嘅地方叫御花园。好快速咁俾大家睇下有啲咩食物提供。
吃饱饱转场啦。到了赤柱，怎知又有一条长斜路，条斜路真的好斜啊。沿途行海滨长廊，可以欣赏海天一色。大佬，我冇包啊，盐酒啊都有，系啊。有画家在这里画画，又见到狗仔和小朋友。在这里走下拍下照，吹下海风都挺超。我真是孤陋寡闻，我一次见到这条火龙，我就想到大坑没火龙，谁知道是薄扶林的没火龙。左边是天后古庙，右边是 Starbucks 麦当当，真是中西合璧。可以在空中情人观景台欣赏风景的角度又不一样。玩了整天，是时候回家了。回程的时候拍了一些香港街景。
冇谂到去玩都收到东东同学妈咪送嘅礼物。记得点赞、留言同关注啊！